精灵宝可梦让宅男都出门运动，结果用电扇负担任天堂很难过，出门要带行动充，每天下雪走走路记得注意交通，被碾过会变搓搓泥哦。这股宝可梦旋风到处都有，经过我的观察大概分成两种，有人支持到底通通都要收集，有人反对到底说鬼月变成抓交替。 CP 有多少这道馆我最强，走进港式烧腊里面都是大葱呀，妈妈说今生我才必有用呀，难得看到大家这么热爱变电箱呀。蔡英文有点像妙花种子，我突然有点怀念前些日子，至少英雄联盟不用到处乱走，我还没变瘦，变瘦都是我家的狗。 Honey 情人节你想要去哪旅游，你说想抓到杰尼龟像火龙皮卡丘，天还没黑你就突然说你想回家，原来是手机没电了忘记带行动充。手机宝贝你才是我的宝贝，我才不迷恋那些，我们却看别手躺在草原看着天。